每踏出一步就发出明显的声音，最近低温一波接着一波，台中武陵农场温度来到零下1.5度，紫藤花架冷到出现冰柱。阳光洒下来，穿透冰柱，加上蓝天衬底，画面超级梦幻。晶莹剔透的冰柱形状就好像钟乳石，让目睹美景的游客相当兴奋。 我们是从高雄来的，特地要来追那个藤花园。气温骤降，园内的植物宛如被瞬间冰封，就连花架上的水管也因为太冷出现了冰柱美景。农场的工作同仁必须要把水龙头开小小的，让它保持一些些的水去流动，因为流动的关系，导致残余在花棚上面的及下面的水渍结成了如此令人感觉惊叹漂亮的 冰宫世界，特殊景观不只有紫藤花架，武陵农场的入口正值花期的万寿菊，也因为低温，花瓣出现了银白的冰晶，就像是刚撒上糖粉的面包，满山遍野的银白世界覆盖整个园区。遇到寒流，然后有这么漂亮的景色，很像那个台版的《冰雪奇缘》，很漂亮哎。 寒流来袭，山区温度直直落，大自然鬼斧神工，出现了冰雪奇景，也成了冬季限定美景。镜新闻林嘉怡、赖文中采访报道，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镜上镜媒，镜好新闻。